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开箱屏东志崇溪温泉最新最棒最屌的一间温泉饭店，叫做长玉温泉饭店。2022年1月15号开始就会试营运。412号房，412号房，一进门呢，有一个全身镜，这里就是放衣服的地方。秤子一个，保险箱，还有它的 logo 的洗衣袋吧，洗衣袋袋子，还有一个提袋。这个迎宾门的灯呢，一下子就暗了。拖鞋，这个、拖鞋可以带回家哦。男生跟女生的颜色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是双人房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旁边就是床了，一个 king size 的双人床。电话、便条纸，它的开关在这边。它的开关在这边，连这个灯都很有质感啊。还有浓浓的木材味道，还是很新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客厅，客厅有一台 JCV 的大电视啊，跟豪宅一样，镶在墙壁上啊。两张沙发，还有无敌的 view 啊。来志崇溪温泉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泡澡池啊，这个泡澡池很有质感哦，就可以看到外面的 view 山景。这里就是榻榻米，晚上可以在这边看星光啊。我们来看厕所，厕所有什么呢？卫生纸，并可以按的，洗屁股的，偷偷的，
这是 Panasonic 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、啊。这是好看的而已，卫生纸。肥皂一块，漱口杯，毛巾，洗澡的浴巾，毛巾，里面是空的，看你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。备品在里面，备品在抽屉里面。这是备品，吹风机应该在下面吧？吹风机，Panasonic， 所以备品在上面的抽屉，吹风机在下面的抽屉。接下来再来看晚上洗澡的地方，所以这间饭店也是用四件式干湿分离的。沐浴乳、洗发乳、洗发精，洗澡的地方啊，可以看到外面的人。所以晚上洗澡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这边看夜景了。哎呀，哦，石头的哦，不错哦。看看外面吧。杯子在这里，然后还有茶包可以泡哦。杯子，咖啡杯，咖啡杯，刚刚好。记得要插电哦，它没有插电哦。记得咖啡机要插电哦。这个咖啡机是博朗的啦，不是雀巢的，博朗咖啡机没有写。博朗，博朗的哦。然后呢，下面有什么东西呢？看一下，空空，也是空空，还是空空。最后一个呢，应该也是空的啦。哎，有东西，热水壶啊，个热水壶。所以热水壶是在最下面哦。冰箱，冰箱也是空的。OK， 好，今天就是我开箱，这间房间也是不便宜啊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，到官网去查一下价钱。这间就是开箱的温泉客房，叫做浴泉客房。那个床呢，躺下去瞬间秒睡啊，
它的温泉池呢非常非常 number one， 是全四重溪最新最棒的温泉，各位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来泡一泡这个无敌温泉哦，泡完之后让你伤一下并棒球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订阅并且分享我的频道给更多的人知道哦，如果对这间饭店有兴趣的迅速上官网有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哦，拜拜。I can try if you let me. With our lives I am bleeding. Who am I without stories that aren't mine? What I did to achieve you gave me air that I had to. I'm untrue, it's not pretty, the truth hurts.You stayed on the ground while I was high. Yes, you've been here before. You closed the door. Now I don't know what to say. I expect you to leave. I deserve to be unhurt, but I want you to see that you.I don't know.